赶紧穿鞋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快，拿住，哎，爷爷。 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顶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，沙口路地铁口5号线，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 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哥老板那了，肩膀。老五，老五，快点，老五，老弟。 车厢外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看，没外边水更高。车厢外边水更高。你报警！后边，后边，妈，你报告！你报道！呀，我靠啊！